话你来说明一下，怎么你会用这么激烈的方式来表达说啊，我绝对没有收谁的钱？这个温宅俊呢，整个开发案的作业过程看起来就是很黑箱，现在看起来市值是上千亿以上，是不是是假开发真炒作？两个小时哦，十部电梯通通保养完，然后签名，原来这是没有经验也没有证照的建教生。你要做一件事叫做客户变更，观众朋友一定要注意这件事。这是在今晚八点，国民大会。